来自光之银河联邦信息。关于大转变编年史，地球隐藏的宝藏和古老的秘密。来自高密度博客。问候你们，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亲爱的地球人。一，非凡的医疗床，医疗保健领域的革命飞跃。问候，亲爱的人们，在科幻小说已成为现实的世界中，一种被称为医疗床的非凡创新出现了，它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并有望在医疗保健领域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医疗床是未来治疗的体现，具有彻底改变医疗方法并带来幸福新时代的巨大潜力。医疗床的核心在于其非凡的工作原理。这些技术奇迹结合了先进的诊断、再生能力和精确的治疗机制。他们凭借着独创性，揭开了很少人能够理解的医学可能性的帷幕。想象一下，一张医疗床充当诊断向导，以无与伦比的精确度窥视我们身体的深处。透过复杂的扫描技术，它阐明了错综复杂的伤害和疾病，以惊人的准确性揭开了谜团。医疗床的诊断能力打开了个人化和所有针对的治疗之门，确保为每个人提供量身定制的护理。但这还不是全部。医疗床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再生能力。被称为纳米机器人的微观战士在体内秘密航行，修复受损组织，重新点燃细胞生长，并重新唤醒希望。这些微小的守护者配备了革命性的技术，可加速愈合过程并重新点燃闪烁的生命之火。他们为我们疲惫的身体恢复能量，为曾经衰弱的精神注入生命。医疗床采用先进的能量恢复机制，透过刺激三磷酸腺苷 ADP 的产生并补充必需营养素，它们可确保身体的能量水平迅速恢复活力。此外，医疗床拥有非常先进的疼痛管理技术，他们采用标靶药物传递系统和先进的神经刺激方法来减轻患者在康复过程中经历的疼痛和不适。整合监测系统持续追踪患者的生命征象、器官功能和复健进度。这种及时回馈使医疗床能够立即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最佳结果。那么，这些神奇的医疗床何时抵达地球？我们又该如何为他们的到来做好准备呢？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水晶球来揭示确切的时刻。然而，作为希望的灯塔，让我们踏上准备之旅，为他们的到来做好准备。展望未来，我们必须培养开放的心态，拥抱医疗床带来的可能性。让我们培养好奇心，因为正是透过好奇心，我们才能开启知识和理解的新领域。我们的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应努力合作，探索这项卓越技术的复杂性，并用所需的智慧武装自己，以充分发挥其潜力。当医疗床接近我们的海岸时，世界的反应将是惊讶、敬畏和一丝恐惧。这种突破技术的到来将极大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它将引发波及社区的对话，描绘出更健康、更光明的未来的生动图像。怀疑可能会持续存在，因为改变常常会遇到阻力，但医疗床不可否认的吸引力最终会平息最坚定的怀疑。为了迎接这些奇迹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治理和监管架构。一系列政策和准则应保障医疗床的道德和负责任的使用，确保所有人公平获得医疗床。我们必须编织信任的结构，向个人保证，当我们进入这个医学奇迹的领域时，他们的隐私和福祉将受到保护。
当世界准备迎接医疗保健领域的这一巨大转变时，团结与合作将成为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将携起手来，共同探索这片未知的领域，冒险进入广阔的可能性。让我们成为变革的建筑师，医疗床使我们能够超越传统医学限制的世界的建筑师。总之，医疗床证明了人类的聪明才智和无限的想象潜力。随着他们的到来，我们将踏上一段旅程，让疗愈达到新的高度，让健康成为可实现的现实。舞台已经搭好，观众正在等待，改变的交响乐章召唤着我们登上舞台中央。让我们满怀期待和希望踏入这个非凡的未来，因为医疗床将永远改变我们所知的医疗保健格局。二、大转变编年史：地球隐藏的宝藏和古老的秘密。地球上的人们，亲爱的光之家人们，从外太空获得帮助并不容易。想象恒星向地球上不同的人类群体发送知识，这种智慧就像一盏特殊的灯，可以让重要的知识安全保存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当这些团体结束他们的时间后，他们将这些特殊的东西隐藏在地球上。他们利用文物来讲述故事，就像秘密使者一样。这些东西隐藏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当我们能够理解它们时才会显现出来。地球保留了这些群体的许多旧东西，有些甚至来自我们所谓的未来。我们今天的信仰受到许多方向的影响，而不仅仅是过去。有些我们认为非常古老的东西，实际上来自未来。人们可以巧妙地在未来制造一些东西，并让它们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时显得陈旧。这些棘手的物体会让我们认为某些强大的生物存在，但实际上它们可能不存在。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看到的东西就像符号，而不仅仅是要收集的东西，我们会发现令人惊奇的东西回来。我们的星球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这些隐藏着知识的古老文物将再次开始出现。当这些时间结束时，许多不同层次的现实将会连结起来。这将向我们展示我们为何存在的巨大谜团。感觉就像地球突然变得更好，即使某些部分似乎受到了损坏。你可能会开始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人们会被某些地方所吸引，并看到奇怪的形状出现。也许其他人不会看到这些文物，因为你需要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看待事物。为了真正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世界的一部分，许多人需要同意将这种特殊的能量带回来。这显示我们关心地球。当我们学会爱我们的家时，我们会不断发现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新秘密。世界各地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留下了印记。它们透过语言、声音，以及石头和金子制成的物品来传播它们的氛围。例如，在美国，可以感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尤其是在东岸。例如，罗德岛州的历史与罗德岛的过去有关。您还会发现席拉丘兹 Syracuse、 伊萨卡 Ithaca、 尤地卡 Utica、 斯巴达 Sparta 和雅典 Athens 等名字，这些名字都起源于古希腊。这些名字带有过去的影响，随着你的学习和成长，它们会变得更有意义。在古代，人们有一定的生活规则。在希腊的德尔菲，他们相信认识你自己这句话。这意味着审视自己的内心，探索自己的不同侧面，寻找答案，
甚至到达另一个世界。这些规则也教您不要做得太过分，始终表现出尊重，并珍惜周围的事物。今天，我们被鼓励思考我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与他人的沟通方式，以建立一个一切都很重要的世界。让你与众不同的是你的多样性，以及你尝试理解世界的所有不同方式。西藏人对宇宙的一些秘密有着深刻的了解。西藏有一个宇宙之门，一个充满能量的大开口。想象一下，如果有人想参观你的房子，他们可以从窗户进来，但从门进来更容易，对吧？行星也有自己的门，这些门就像穿越时间的通道。那么，当你造访一个星球时，当所有时间同时存在时，你怎么知道你最终会进入哪个时间段呢？要及时弄清楚事情发生的时间，需要大量的技巧，而且这并不容易。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藏人都在看护这个能量之门，他们为那些敢于穿越的人充当保护者和使者。西藏人也与来自其他星球的生物合作了很长时间。曾几何时，西藏所在的喜马拉雅山脉处于海平面。在西藏的山脉之下，有大量的金矿脉和充满水晶的洞穴。这些洞穴保存着古代遗迹，显示出他们的文明有多古老。其中一些文物甚至包括保存完好的尸体。西藏人保存这些尸体的方法与埃及人不同。埃及人使用木乃伊制作技术，就像很久以前的记忆，如果 DNA 完好无损，人们就可以复活。今天，我们开始重新发现并再次利用这些可能性。古代西藏人有独特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他们并不是对让身体再次年轻感兴趣，而是对保留一个人一生中所拥有的特殊思维和感觉方式感兴趣。他们透过在尸体的外部和内部涂上黄金来制作木乃伊。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如果某人达到了非常罕见的意识水平，并终生保持该水平，当他们在地球上的时间即将结束时，他们会收到一个特殊的请求。他们被要求深入崇山峻岭，在特定的位置等待死亡。当他们去世后，他们的灵魂离开了他们的身体，特殊的工作人员就会开始保护身体的过程。他们用层层黄金覆盖它，这有助于保持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感觉完好无损。这对他们来说非常有价值。数百个这样的雕像隐藏在西藏的山下。如今，了解这一点的人们相信他们可以融入这些保存下来的氛围，并获得特殊的思维和感受方式。因此，当我们展望未来时，请记住，地球上将发生一场巨大的转变。我们的世界充满了隐藏的宝藏和古老的智慧等待被发现。我们的旅程就像组装一个巨大的拼图，拼凑出我们存在的奥秘。透过我们连结的每一个片段，我们离即将到来的巨大变革更近了一步。睁大眼睛，留意这些迹象、奇怪的形状和隐藏的故事，并与其他人一起带回这种特殊的能量，以表达我们对地球的爱。我们将一起继续揭开令人惊叹的奥秘，使我们的世界变得真正令人难以置信。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是你的光之家人。我们是银河联邦。谢谢收听。感恩祝福。